今天的演习是我们参加本届联合军演的一个重头戏，同时也是演习当中的一个亮点。在演习当中，我们广大官兵充分展示了专业的、精湛的专业技能和优良的专业素养，我对他们的表现是非常满意的。 这次演练的成功，我感觉呢，展示了中国海军建设发展的新成就，援潜救生能力有了新的提升。同时，我感到呢，在援潜救生领域与外军的交流合作有了新的拓展。